2月22号，范冰冰翻牌某博主有关她的帖子，表示还好，脸还是小的，并配上一个咧嘴大笑的表情包。原来该博主昨天晚上晒出几张范冰冰广告路透，问大家范冰冰小腹微微隆起，这是胖了还是怀孕了？其实范冰冰这组广告路透是八卦媒体前几天分享出来的。当天范冰冰裹着棕色大衣前往摄影棚，头上还裹着紫色毛巾，像是刚做完头发护理，裹着毛巾一直保护到广告开拍。到了摄影棚，范冰冰换上一袭白色长裙，裙子很仙，范冰冰一头浓密秀发更是优秀。不过范冰冰在摆各种优雅 pose 时，隆起的小腹特别显眼，特别是侧面腹部超圆润。不过范冰冰显然不在意，一直沉浸在拍摄中，期间自己补妆、看回放、喝水都超优雅。网友热议范冰冰这肚子确实是大了点，质疑她是不是怀孕了。要说范冰冰因为小腹微凸，已经多次被揣测是不是有孕，这次用自黑的方式首次正面回应这些质疑，算是辟谣怀孕一说吧。